哎好，我说小，我拿个炫组来啊，拿个地笼，拿地笼，咱给地笼下上，看能不能拿着鱼。我妈在这嘎达种葱去，溜葱去，白露葱嘛，种完了来年就能种了，能栽了。昨天我给你转了上北地，我说上北地看，昨天晚上这家去不然后摇跑回来，一点风没有，这家那敢着我呢。穿长袖行。嗯，我穿长袖，你帮我。这四百多全景秧歌啊。嗯。这个是不是也景秧？在水县里。下地笼了。过不去，过不去，这嘎达，行了，这嘎达也厚，快回去吧。下瞅着还多深水啊！全是尾子呀！啊，趟上道啊，趟道给这地笼下里头，找个绳来给后土给它系上。下手了啊！这地笼能有二十来米长啊，下完了地笼两头给它翘起来点，翘起来点吧，让它有点空气，进鱼由于没不留空气的话，鱼进鱼容易憋死，这能有喘气的时候，喘气的地方。今天早上来起鱼的啊，看能不能有鱼。看啊，有没有鱼吧？可能能到着，有点，真有点鱼。看这鱼怎么样？还有一个呢啊，再到一个。走，到那边，到那个。成果不错，这鱼是最好的，老头鱼，叫山胖子，这鱼比啥鱼吃都香，差点劈上了，今天白扯了，这系不上，对，哎，怎么着，整个。整个二三斤儿，八斤多鱼吧。看，挺好。